大家好，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。我们这期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女人的人中啊，人中啊，如果是中间有痣的话，女人是肾气不足啊，先天体质会比较差啊，大多数呢生育比较困难啊，还有可能再婚啊。人中中间呢偏稍微偏的地方有痣的话啊，跟子宫关系是不大的，但是表明呢，其实在作风上是比较开放啊，不拘小节。人中中间偏下方有痣的话，那么婚后不会安分守己，可能会这个产生一些烂桃花啊。那么女性朋友人中有痣啊容易有婚外情啊。如果是有八字属相、面相、风水方面的困惑呢，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或者关注私信。那么但是财运不错啊，生产的时候呢啊会比较不太会顺产，因为人中啊也代表这个女人的产道啊，产道。这个并且晚年容易孤苦，很难享受到子女的福音啊，而且呢要注意51到53岁左右啊，这个时期的这个运势啊，这个本身呢人中呢到了这个51到53岁这个时候的运势啊，对这个时间段有一些影响。那么同时呢，如果说肚脐眼上有痣啊，这个女人的话、啊、代表有地位有财富啊，夫妻感情不错。这是一个，那么如果是女人人中啊稍微偏的地方有痣，刚才讲的是通常是感情比较丰富的人啊，也属于这个红颜薄命的类型，通常颜值也不错啊。那么如果是女性人中中间有痣，通常是子宫比较弱小，体质比较差一些，自然生育呢比较困难啊，这个情感还是比较复杂。如果是女人这个人中啊偏下方有痣，刚才讲的通常财运会不错啊，但是要提防啊被人骗财骗色啊。这是人中的位置啊，女人人中的位置就分享到这里。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，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或者关注我私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